着令第七度飞往巴黎参加时尚大秀啦。网络上她分享一系列 fashion 美照，让人看了目不转睛呢。一身帅气的中性穿搭，配上梳起来的头发，气场十足。同场看秀的明星还有日本女性高田充希和邓紫棋，合照完还幽默表示，很明显我是扮演男人的角色。而杨丞琳还分享了在巴黎的小插曲，说自己在餐厅吃饭遇到年轻外国帅哥来搭讪，结果对方竟是他的粉丝，从14岁开始不仅用英文说出关关爱，还一连讲出好几个他的代表作，杨丞琳当时有惊有喜，开心的和对方握手感谢。不愧是全能女神，走到哪都那么深受人喜欢呢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